你来看我笑话的。我告诉你，我没有输，只要狄江还在我手里，我倒要看看到底鹿死谁手。你是怎么找到他的？这不可能，这不可能。实话跟你说吧，千里香这个东西只要是沾上了他。原来你让公主找人跟踪我，根本就是个幌子。可兰君，混蛋！我特地给你带了一点吃的喝的，你就在。如果你不在，可兰君，你可以的。